下面我们来说一下1804-25的唱臂安装。这两个螺丝，这个螺丝上到这个孔上，用我们配好的扳手把它固定在唱臂板上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呢，接气，气泵的电源6伏的电源插上试电，然后接在这个供电端，气管插到唱臂的出气孔，另一端呢接在唱臂的进气孔。第三步，我们调整这个唱臂导轨的水平，用我们专用的工具。要需要调整这三颗螺丝的松紧，来使这个水平的轨始终停止在中间的部位就可以了。这个需要有一点耐心，因为它一点摩擦力都没有。这样子，这个导轨的水平就调整完毕了。第三步，我们装唱臂。第一，我们先把这个唱臂小心的套到臂轨上。这里我们配的安装螺丝。把它装在这个中间的这个螺丝孔，好，锁紧。第三步，我们来接地线。唱盘本身出来的时候会有两根线，这根是气管，这根是地线。地线第一个地线接到唱臂后面这个位置。然后还有另外一根地线也要接在这个位置。拧紧，一定要拧紧。地线的另外一头接到你的唱放接地端。唱盘的气。下面一步，我们来接唱盘的气，把气管插在唱盘的出气口，另一端呢接在唱盘的进气口，然后这样我们轻轻拨一下唱盘，它会很轻松的转起来，按开关，它就会旋转起来。好了，这个唱臂的安装就到此结束了。